OK， 大家早上好。好。今天很开心，也很感动，因为终于结婚了。这个时间上，有很多的千言万语都没办法表达现在的心情，但是最终可以汇集两个字，那就是感谢。感谢各位的莅临，也感谢各位的见证。如果没有你们来，我们就不会有这场婚礼。所以谢谢你们牺牲了美好的假期来到这里。首先，先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可以吗？感谢上帝在回应了我的祷告，跟我的另外一半的祷告。其实很特别。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几个章节吗？总共有31000多个章节，对吗？当时我那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讲说我是跳着在念圣经的。结果呢，我的另外一半呢，他常常会有写卡片的习惯，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张小卡片，就在我要离开新加坡的时候，回台湾的等工作的时候，他写了一张卡片给我，但是当时我还没有看，所以当我到飞机上看的时候，发现呢，这张写的卡片里的经文就是我今天早上所读到的经文，所以呢，上帝就印证了我这个祷告，因为我跟上帝说，主啊，如果这是你要给我的妻子，求你给我印证。但是我是想说用那种经文的方式来印证，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印证。到了第二次，我回到了新加坡，来到恩群社区服务工作，他又再来给我一张卡片。但这张卡片呢，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读了一篇的圣经。之后我收到他的卡片，又是那段经文，但是是不同的经文，但是却同一个他所写给我是我在飞机上念到的那个经文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回忆。第三次是在我们第一次趴托的时候，他又写了一个小小的卡片，一样里面有勉励的经文。结果呢，他又中了我早上念的经文。所以感谢主，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跟这样的一个确据，所以我们两个就很勇敢的去报名了婚姻课程，就到了现在。所以各位，给我们上帝的掌声鼓励一下。好，其实我要感谢我的在座的两位父亲。作为男人，你们让我了解到男人应该有的担当，是你们让我懂得男人的责任，是你们让我们两家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谢谢你们的细心教导跟不断的栽培，亲爱的爸爸，你们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可以求爸爸站起来一下，可以给他一点掌声吗？谢谢你们，他也从台湾过来。我要谢谢我的两位母亲，不辞辛劳，细心哺育我们的母亲。感谢你在30年前用你的青春，把一个生命带在这个世界上，让他学习知识，学会做人，让他体会到这世界上最无私的爱，给他。等等啊，辛苦啦！你给我们一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家，你告诉他做人要老实，你告诉他们家的重要，抚养我不断成长。所以我在这里想对你们说，你们的儿子女儿都长大了，也透过你们的努力，我们走在一起。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们的叮咛跟希望，相亲相爱，并且彼此扶持。再来感谢，我也希望可以请我妈妈可以站起来，给她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再来，我也感谢我的姐姐跟我的弟弟，我们的全家人都可以站起来，可以吗？给他一个掌声的鼓励。OK， 所以呢，感谢我的朋友跟我的同事们，以及帮助过我的人，谢谢你们耐心的指教跟包容，能够让我成为一个谦卑和成熟的人，谢谢你们。也感谢恩群基督教会对我一家人般的照顾，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也感谢恩群社区服务给我一个很棒的平台，让我的专业能够有地方发挥，帮助更多的人。感谢。
谢恩群所有的乐龄朋友对我的信任跟支持，所以可以请我们恩群的所有的安弟们，安弟们站起来，可不可以？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支持。好 ，OK， 我可以坐下。好，所以老婆，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当嫁给我一个童心未泯而且幼稚的毛头小男孩。你在我心中。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在这个生命里面把你带进我的生命里面，所以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一起的服侍跟彼此的委身，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参加我们的婚礼、yeah. okay, 你们太 enjoy 吗？应该还 OK， 有没有睡着了？有没有睡着？没有。Okay. 好，首先我有几个人，我想谢谢。首先，我觉得我要谢谢我的上帝，谢谢他在我的生命里面。值得保守和不放弃我。其实有很多跌跌撞撞的时刻，他还是一直的牵着我。他也差派了很多天使来帮助我、鼓励我和不放弃我。谢谢你让我看到真爱真的是牺牲和别人放弃。
我们之前，谢谢妈妈。